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要来画我的狗狗马线。狗狗，那它的品种其实是混级娃娃跟根犬。那它已经高龄，已经14岁了，真的很老，但它超可爱的。那我之前就已经有画过它了，啊，在这里。那它因为老了，所以整天除了吃饭、喝水、上厕所的时间，其他的时间真的几乎都在睡觉。所以有时候我会忘记我有狗狗，超可爱的，真的。
那未来我也会继续画我的狗狗，期待期待，拜拜。